八点了，八点还没改标题，提播。电视放在说什么开始？直播开始啊！那靠，为什么还有披萨啊？好笑。披萨？那是魔女，在魔女桌游里面有吃披萨。你说桌游的游戏吗？没有，它不是游戏，它就是只是有饮料跟披萨。那我们可以边等团团边吃一下，边等哦，团团你好久，哎，这个披萨的味道，好好好哦，这个披萨，然后观众就看着我们吃模拟披萨。那我要说，我要吃夏威夷的哦，凤梨加多一点。那请问可以当披萨吗？还是一定要当人？当披萨，当那个逃窜中的披萨啊！不要吃我。啊，不如先开 G mode 吧，变披萨。好，我开好了，你看没关系。要点你进去哦。哎、嗯欸，我记得他的密码是不是会漏出来？好，好像是你看一下。好，我打不烧了。所以要加团团，哎、欸，加谁的？加杰瑞，加杰瑞。密码多少？密码打在哪 ？BC。好长啊！怎样啦？很长哎、欸！我们不能接受超过三个数以上的。嗯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也太长了吧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是我们六个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几个吧？还有谁？还有谁 ？ESC 一二三，阿五向博来。我天哪，一二三井号。我看一下，他怎么吃啊？雨夜没有来，雨夜他没有玩啊。雨夜他不是说今天不玩吗？哦，我的天哪！不要玩食物。耶！哦，六个啦，六个。哎，为什么我都不能移动啊？你要先点一下那个颜色。我点了。嗯，啊你，我没看到你进桌子啊。要怎么进桌子、啊？要先点那个啊，有颜色的那个圈圈。Yeah. 我点了。我的。哎，可是你点的，你应该会在桌那个啊，桌子旁边啊。他写 Gray cannot interact. Check your name in. 哦，你换个颜色啊，就是灰色是那个。你被选走了吧？要怎么换颜色啊？哦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我看到了 change color 了。哎，怎么把它翻面了？哦，哈基抢我的灰色。他想灰色是观察者，不是啊，灰色是观察者。观察者，你要选一下啊！哦，怎么吃啊？要怎么翻面啊？那只需要选一下啦，好不好 ？F 吧，对啊。感谢秀续订 F。哦，对呢。哎，丢掉的会回来啦，没办法。啊，怎么把这个弹走啊？没有、啊，那可乐可不可以摇一摇，然后拿去那个？我也想，卖家弄丢掉。摇钱，摇可乐。来，你翻桌，来，很多很多，大师、欸，这个哇，太多了。哦，而且为什么还有三分之一啊？这荡掉了。对，太多了。当然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玩那个披萨叠罗汉，看可以叠多高。会有那个啊，有叠叠乐啊，我靠靠叠叠乐。只有乌龙啊，它不能叠高啊，你放上去它就叠在一起，它是一个东西。啊！披萨被抓了。感谢酱汁风的披萨。好恶心。粘住了，它是哦，知道。哦。我手会抖啊。可惜不能直接看到手抖，手抖太难了吧。我们有一个顺序吗？还是随便弄啊？怎么弄啊？对啊，这个好了。等一下，不是你拿会拿整坨起来、欸？你不能一次按把那个力量降很低。我这样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要看上面有一个那个举重的符号。哎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叠积木啊、哦。好，真假的要玩叠积木、哦？不是啊，你们现在不开叠积木吗？不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安装了很多游戏。就等你啊，团团。啊！等我，我们刚才吃披萨等你。嗯，对啊。什么披萨啦？夏威夷披萨。不用啦，有了。啊！被拿走了。我以为那是海鲜。哎、欸，那个是那个吧？是香腊肠。对。我说我想吃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会、欸，你们超会。这是腊肠披萨。什么腊肠？我以为是香菜。啊，有没有加凤梨啊？全部下去了。哎，我的。啊！都在我这了，谢谢，这都是我的了，不要，都我的。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！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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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题了，我三个，不受控哎、欸。我们什么时候受控过？我按到什么了，白痴哦、喔！也要翻桌了，白痴哦、喔！不是，这不是我按的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我头像的脸好大啊！珍惜所有真心喜爱是怎样？现在我杰瑞那边有什么啊？我现在完全没有权限可以帮你们按任何东西耶。还是开开？还是难开啊？难开。没有啊，杰瑞，你看你那边有什么啊？你那边有什么、啊？我们就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怎么都没有？没有订阅过任何东西、欸，你们都没有。好，给我。这要怎么画画、啊？拜拜。旁边有支笔。它旁边有一个笔。哦。F 1 F 2 F 3可以切换。哎、欸。左上。来这个画面哦。F 3哦。啊。好抖、哦。很抖啊，超抖。然后，我怕这个文字有窄一些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来今天来。胡乱 各种胡乱来吧，各位。啊你密码是什么？一样一样，刚刚好长哦，好长哦，长的不行，长的行。啊！我的皮卡丘断了。可奇说，在我有点忘记这个游戏怎么玩了，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复习一下规则。说书人吗？从前从前。哦，不要啦。可以啦。从前从前我很不会玩、欸。我连不进去。我也很不会啊，我最不会胡乱。我没有玩过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人太少了吧。我昨天刚下载而已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到老婆玩的那个，等我是开八个人呢、欸，为什么要做的那么小啊？我要怎么换桌子？你桌子可以换、啊。我左上角那个吗？哦，看到了。黑宝。对那就圆形啊，圆桌会议。对。那个泯灭人性的那个是哪一个桌？泯灭人性不适合啦，那个不适合，那个不适合，那个不适合，我直接说的不适合。那我顺便看一下什么游戏。最好被丢走了。啊，回来回来，哎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就那张了，哦、你们就拍我动哎、欸，我拿到一张，哈哈哈哈哈，我抢走，我要我的，我的我也要，我要中我的，排嘞排跑去哪儿啦？我有我的啦，掉在地上了，我的，等一下我拿出去帮人，我的呢？为什么啊？排掉去了，桌子变小了，你的位置被挤走了，我怎么跟团团挤在同一个位置？哇！你坐在团团腿上、欸，等一下这样啦。那同一个位置是前面还后面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还是乖乖的先洗牌好了啦。超混乱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游戏都乱掉了，重来啦。哎呀，笑死我！你看这游戏只能五个人，这游戏只能五个人玩吗？我记得这不是可以很多人吗？没有吧，应该不。记得重新可以很多人啊。可怜杰克不能玩了。杰克怎么不行啊？他刚不走进来，有吗？哦哦，对他不能讲话，还是要透过哈基的麦讲话。对，他在我旁边。啊！你们可以抢麦，抢答。所以这是什么游戏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。我看看，还是杰克，你有一我有一个很笨的建议的方法，你可以用手机接 DC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错，好丑，不行。手机接 DC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麦是里面的、啊。哦哦哦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偷到我的麦啊！你去听啊。还是透过哈基那边讲话好了、啊。这个不就是那个要讲故事吗？像比如你抽到这张三麦卡，就是说从前从前，有一个人怎么经过一个山啊，然后你这个卡就丢出来了。然后山上面有天空什么之类，这个也可以丢出来这样子。哦。啊，但是你讲的路上，如果山上对不对？讲到可能路过路。啊、有一张卡可能是路，然后就换你要讲故事了，你就要打出来说路怎样怎样怎样。对，比如说这张是路好了，你就丢出来。哎、欸，有路，然后你就丢出来，然后换你再讲故事，这样接下来。我可以先问一下，你所谓的路是走在地上的路，还是活着的路？都可以。它上面也会写。就是看你的卡是什么。对 对, 對，它上面写什么？像我这两张卡哈，该换我了，我换我讲。我说可能在、欸、我想要讲的故事是说，哎、欸，在某个山上的、欸、天上。天上，来想哦，想不到，我在天上飞好啦，我在天上飞。我这边讲讲讲讲讲说，突然讲到一句，那在某一个很黑很黑的夜晚的时候，有人有这张那个夜晚的卡，就可以蹦出来、嗯、打出来说换他讲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讲话全变成在他那边，然后他就要继续掰故事这样，嗯，换他掰故事，掰到那个卡片没有人就赢。对，没有掰到卡片没有了，然后呢，也刚好接到自己的结局就赢了。
因为到时候身上会有几张结局卡。对，你只要接到其中一张结局就赢了。哦，这是结局。这要掰故事好累哦。就很累啊，觉得这很烧脑。对啊，就是掰故事啊。哎，想到我看我贴那个另外一个的，那个好像蛮简单。很简单的。我看。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？你贴在哪里啊？他小时候很多东西都没玩过，好不好？很多卡通都没看过。对啊，他的小时候跟我们小时候有一点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看这个就觉得很复杂，他们一定都看不懂。不是这个重点是太小了吧？喵花，你那个有一张卡是不是里面的？这个会很复杂吗？那个棋没有，而且我们那個、而且那个整到六个人、啊，我们这边七个人。对，这个整六个人吗？是，嗯，他写说四到六个。等一下，那个卡就不是那边的吼。那两个卡不是分开吗？一个结局卡，一个。你们不要混在一起啊！混在一起会 GG 哦。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之类的。嗯，虎烂大会。真的要虎烂哦。而且他们都规定说是要跟前面的故事要有衔接，不能就就是要稍微有关联啊。对啊，就是不能自己讲太话好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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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那不问白雪公主突然跑去吃披萨之类的，可以啊，这还蛮合理的啊，这还蛮合理啊。他吃苹果吃太久，觉得太健康，他想要吃点垃圾食物啊，他就好吧，吃凤梨披萨。这个我觉得可以啊，不要瞧不起凤梨披萨。我没有瞧不起啊，我很爱吃啊。啊！发牌发牌！意大利那边好像听说他们不能接受凤梨放在披萨上面，好像不行。意大利面不只是不能放在披萨，他们不能接受凤梨放在任何料理。嗯，对啊，那个什么，这个分三怎么评分啊？按什么键啊？我看一下，他说超过六个人的话，一个人是五张牌这样。就你是说他说什么五张没？他是说一般卡五张是不是？当然了，结局卡五六个结局哦。结局其实可以三张啊，结局是不是三个多重支线，还是一个而已？一个吧，一个而已吧，果然都是一个呢。怎么全分啊？哦，有了，哎，赞哦，几张？这五张，五张，是哦。然后一个人一张，抽到青眼白龙了，一人一张结局卡。然后我抽到哈记啦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被别人就是抢走，我就是被别人抢走的话，你就要抽一张，抽一张，嗯，对。然后如果你掰不下去，你也可以选择抽一张卡，然后轮到下一个顺位这样。哎，打断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我觉得好听不懂，中断卡才能打断嘛。对对对，有些牌上面有中断。所以，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有路，你没有中断路就不行打断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这我忘了，我也忘了、欸。其实上面有个中断，好像什么东西才可以中断。它就是它有没有卡上面有写中断、啊？中断的话是，比如说你刚好讲到一个物品，比如说你原本是讲他拿了一个苹果，但是你有一个中断物品卡，这个是物品吗？假设我说假设啦，嗯、好假设好了，假设今天讲说有一个妈妈走过来，嗯，然后你身上有一个孤儿的这个角色中断卡，你就说其实不是妈妈是孤儿哦，只有中断卡可以这样。哦就中断卡可以这样打，对，但是呢，对，对，但是一般的物品就是它有讲到那个字，你才能打。哦，好好好，然后在你自己讲故事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讲到这个，就是你的卡片上的字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丢出来。好，行，嗯，就这样。啊，反正目标很简单，就是你右边那张结局卡，你要讲到这个结局，然后很顺利，然后丢出来，大家都没异议就赢了。哎，如果这不会玩，会玩三十分钟以上哦。我不会玩，我现在完全是黑人问号。我今天可能玩一局就可以关台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好，那从等我开始哦，还是要繁星开始？繁星开始好了，你先编。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为什么？就你先。大家一阵荷兰。好吧，从前，在一座森林里面，嗯，有一个力大无，哎，等一下，是啥小？力大无穷的小，一个力大无穷的小妹跳出来了，一个三小跳出来，快点！力大无穷的伐木工，嗯，伐木工。有一天他心血来潮，不想伐木了，他拿着剑，他拿着剑，准备上，去城堡里面比武。上什么？上什么？上城堡。上城堡。到啊！好好。
但是在路上呢，遇到劫匪、欸。你怎么过去？你要怎么过去？欸、在路上遇到劫匪。好啦，遇到哈记，但他想要逃离哈记的问话，于是他逃跑了。他逃跑了。是不是他是什么时间去的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他在欸，你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？欸，他闭着眼睛好吗？他全程闭着眼睛。好快啊！在掉。他全程闭着眼睛。嗯，但是他发现他身上那把宝剑不见了、欸。发现什么？啊！哎呀，哪一张？换你了，换你了。这张好。他闭上眼睛，然后他发现。欸，时间。时间。时间。